一部專線小巴喺荃灣起火，冇人受傷。部小巴燒到幾乎得分之假，車廂嚴重焚毀，車尾嘅逃生門亦都打開咗。警方話朝早10點幾接報，話呢一架小巴唔使到惠泉道近住城門谷游泳池嗰陣起火，乘客自行疏散。初步調查相信係引擎過熱，並冇可疑。